故乡人第三篇，钓鱼的医生。这个医生几乎每天钓鱼，他个家呢吓住一条河，出门走几步就到了湖边。这条河不宽，会打水皮子里下着，捡一片白白的破瓦，扬手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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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打出20多个瓦片子贴水飘过湖面，还能蹦到对过脸上。这条河啊，下游淤塞了，水几乎是不流动的，河流没得存，也很少有下得到这个地方来游水，因为呢，河流淹死过人，都说有水鬼。这条河啊，没有什么用处，因为水不流，也没有人来挑来吃。只有两岸的种菜园的每天挑了脚菜。再就是呢，有人把一只杆到河头来放，河两岸都是大柳树，有的几尺粗，柳叶都拖到了水头。河头鱼不少，是个钓鱼的好地方。你大概啊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钓鱼的。他把那把小竹椅子走到了过，随身呢带一个半泥小灰炉子，一口小锅，提盒里面葱姜杂料俱全，还有一瓶酒。他钓鱼很有经验，钓竿很短，鱼线也不长，而且不用漂子，就是刚才把钓线啪摔在水里，看到线头动了，提起来就是一条鱼，都是3-4寸长的鲫鱼。这条河头的鱼啊，以薄条子跟鲫鱼为多，薄条子呢它是不钓的，他这种钓法是钓鲫鱼的，钓上来条呱呱鳞吸进了，就是放到锅里，不大一会儿鱼就熟了。他就一边切鱼，一边喝酒，一边甩钩再钓。这种出水就烹制的鱼啊，味美无比，叫做吃水鲜。到听见女儿在门口喊爸，晓得是有人来看病了，就把火盖起来，把鱼竿子插在岸边剩泥里边，起身往家头走。不一会儿就一只钢蓝色的蜻蜓落在他的鱼竿上了。这位老兄呢姓王，字电人。中国人啊以电人为之的好像特别多，而且呢多半姓王，他们大都是阴历9月生的，大名里面一定还带了一个脚字。古人的一句人电如脚的事，造就了多少人的名字。王电人的家很好认，门口倒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，大门总是开着的，朝里头一望，就望到通道里边挂了好几块大匾，匾上写的是共同良乡，济世救人，人行人说，说少齐皇信陵村落疾病流放妙手回传齐武成苦，鬼鬼龙的种医生家头的病都是这一套。这是亲友啊或者是病家送给王店人的祝福跟父亲的。匾都有年头了，匾上的金字都已经发暗了，到王店人的时候就不大行送匾了。送给王店人的这一块匾很新，7D5亮编制发光，是去年才送的。这块匾呢跟医术无关，或者说个关系不大。匾上写的是鞠躬好意，是言体。进了古道是一个小院子，院子里的种着鸡冠秋葵凤仙一类既不花钱又不费事的草花，有一架扁豆，还有啊一瓦瓢菜。这个地方的人啊不吃瓢菜，也没得人种。这一瓦瓢菜呢是王店人从外地找了种子到位种来跟扁豆配对的。王店人的衣饰里边挂着一副正板桥色的木板刻印的啊对着，一庭春雨飘儿菜，满架秋风扁豆花，
他很欢喜这副对子，这点淡薄的风雅跟一个不求文达的寒士是非常配衬的。其实呢，湖边一定是瓢儿菜啊，种这个什么旁的菜不也是一样吗？王店人花费心思去找了瓢菜的菜种来种，也可以看出其天真之处。自从啊他种了瓢菜，他的一些穷朋友来喝酒的时候呢，除了吃王店人自己钓的鱼，还能够尝到这种清苦清苦的菜蔬了。过了小院是三间正房，当中是堂屋，一边是卧房，一边呢是他的衣室。他的衣室跟别的衣裳不一样，像个小鸭铺子，架子上面摆了许多青花小瓷坛子，坛口是了面子卷金的色子，坛肚子上面贴着千黄蜡钱的钱子，随着酒一点珍珠扇饼片扇等等。到处啊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炉箔药碾子、药酒醉倒煎子、捏子钳子、钳子往二的跟喉咙里的吹药用的通骨。他这个医生啊是年富累外大小房梦，就是说呢累苦外苦富苦儿苦什么病都看。往个想的都是如此，外苦用的药大都是扇药面子神仙脸色温鲜，多有经验的医生跟药铺的店户也鉴定不出仙的真假成色，都是一些粉末的或者是血薄的粉末子。虽然啊每家的药铺都挂着一块小匾修和存行，但是呢王店人还是不相信胃口三样里面有许多贵重药，试想珍珠冰片哪一家的药铺能够用足了呢？因此他自己炮制，他的老婆女儿都是他的助手，经常啊看到他们抱着一个炉箔握住呢炉锤一圈一圈慢慢的磨盐，香啊要盐的极细，都是加了水炉的。另外呢找他看病的多一半是香的来的，即使啊是看累苦，他们也不愿意上药铺去抓药，希望先生开了方子就给配服。因此呢，他还需要预备是常用的累苦药。成了胃苦医生不懂，不晓得为什么大家对胃苦医生啊都不大看得起，觉得呢有这个江湖，不如啊累苦清高。因此呢，王店人看胃苦的时间啊。比较多，一年啊也看不了几次拥举重症，多半呢是身疮长疾者，而且啊大多是七八岁孤独型的半大小子，常常看见一个大人戴着上烂里头的瘦小子，或者呢是一个长翠色的胖小子走进王店人家的大门，不多一刻功夫就王建又领主出来了，身烂里头的呢涂了一头的青带，把一个脱光光的脑袋涂成了脸的，身翠色的呢腮帮上画着一个乌黑的大圆饼子，那个啊是用掺了饼片演出来的沉默画的。这是身床长疾者的小病人啊是不好意思多收钱的，那个时候呢还没挂号收费再说，而且啊本地规矩熟人看病很少当下交款，都要等到三节算账，就是端午、中秋、过年。忘呢倒不会忘的，多少就各凭良心了，有的啊也许是为了高压，其实呢是为了生钱，不送现钱却送了一些华而不实的礼物，什么皮帕啦、仙子、月饼、莲蓬、天竺骨子两梅花。香港人看病一般都是当时付出，但是啊常常不是现钞，或者呢是二十个鸡蛋，或者一身芝麻，或者一只鸡子，或者半布袋子的鹌鹑。
实在啊，遇到有困难的了，什么也拿不出来的，就有病人的女儿趴下来磕一个头。王店人看看病人身上盖住的破被子，鼻子一损，就不但啊准备免手，连个药钱也不要了，不送。王店人家头吃饭呢，也不至于断灯，吃扁豆，还有瓢菜、小鱼、糙米、炸眼唇。从衣裳啊，可就很紧了。店人夫妻两个十多年没有添置过衣裳，只有儿子女儿一年年长高，不得不给他们混混饥。有人说个王店人很傻，王店人是有点傻。去年今年就办了两件傻事。去年闹大水，这些里地势呢是四边沟当中的下个水壶，别名呢叫做鱼城。城市的运河湖底比城里头的两百大街的街面还要高，站在运河底上可以俯瞰城中临时自闭的瓦屋的屋顶。城头两个瞎子放风筝，在湖底上游人的脚底下飘着。因此啊，这个地方是常常闹水灾，水灾好像也有周期，十年大闹一次。去年闹了一次大水，王店人在湖边钓鱼，傍晚听见虾马爬到柳树顶上叫，叫得他心惊肉跳。他晓得这个是不祥之兆。蛤蟆呢，有一种特殊的灵感，水涨多高，他就在多高的地方叫。十年前大水灾就是这样的，孤烟啊连天暴雨，一夜西风，运河决了口子，这黄色的洪水倒灌下来，平地水深涨儿，大街上啊成了大湖，大湖里边飘着响着归着死牛死人。这一年死于大水的有上万人，大水十多天未退啊，有很多人被困在房顶上、树顶上、跟孤岛一样的高杆子上面挨饿，还有许多人生病，上吐下泻，立即伤寒。王店人就用了一根结结实实的撑船用的长竹篙子，足足在七雄的大水里边来往奔波，为人治病。他会水。在水特别深的地方呢，就横着住这根竹篙子求水过去。他听说个泰山庙北边有一个被大水围住的孤村子，一村子人都病倒了。但是啊，泰山庙那个地方正是洪水的出口，水流很急啊，不能勇走，过不去啊。他跟四个水性极好的专门在救生船上救人的水手商量，弄了一只船，在他的腰上系了四根铁链子，每一根呢又缝在一个水手的腰里边。这样子呢，即便是船翻了，他们之中也可能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。船开了，看住的人眼睛里边都蒙了一层眼泪，眼看这只船在惊涛骇浪里边颠簸出没，终于靠到了那个孤村，大家发出了雷鸣一样的欢呼啊！这真正是玩命的事情啊！水退之后，那个村里的人合起来送了他一块匾，就是那块结功好义。拿一条命换一块匾，这是一件傻事。另一件傻事呢，是给王兵治大悲。今年的王兵啊，是跟他小时候一起讨雀雀子放风筝的朋友。这个人原先很酷的，一给的老人到现在还常常天起他取情的时候，心凉着花海上面坠的白虎珍珠，每一颗都有麻子头盯着了个大。好家伙，漆黑飘渡抽大眼，八个刀的甲一半的金光，连一片瓦都没得了。最后呢，只好在几个亲戚家头寄宿，在家住三个月，来家住两个月，就是这样的。他还抽鸦片，
他给人家讲的敖大爷，报酬呢是烟灰还有一点稿子。他一听一热啊，觉得背上疼痛，浑身发烧，早上呢就歪歪倒倒的来找王殿人了。王殿人一看，这个是个有名有姓的外甥蛋碑，说你不用走了。王殿人就把姜饼留在家头吃住，滚起滚喝还滚他抽鸦片。他把王殿人留住配药的一块啊云土抽他了一半，王殿人祖上存下来的细香饼片也为他用去了三分之一。一个多月之后，王斌的蛋白收口着生机好了。有人问王殿人啊，哎，你总是要为他治病啊。王殿人倒对这个话一点不解，我不给他治他会死的啊。王斌没有一个钱，不吃不喝不治病，病好了之后他只能写了很多明细的帖子，贴在满城的街上为王殿人存名。贴子上的言辞呢都真是淋漓尽致，充满感情。王殿人的老婆啊是很贤惠的，对王殿人所做的事情没有说过一个不字，但是啊他忍不住还是要问问殿人，你给王斌用得的细香饼片这多少钱啊？王殿人一笑，没得多少钱，我还有呢。他和老婆也只好笑一笑，摇摇头。王殿人就是这样给人看病，看男女内外大小方貌，做的是每天钓鱼，一听春雨满架秋风。你好，王殿人先生。1981年8月19日。好、啊、对了，就是这王殿人的原型就是王振奇先生的父亲王殿楼。